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是不是想找我讨论怎么迎战八国联军呢？那些洋鬼子的事情我根本就不 care， 等他们来再打算就好。我今天是想来跟你谈谈祖安的事情。 Uncle， 我可以预见祖安的未来，他跟我分手之后绝对不可能再遇到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。我怕他之后的情路会非常的坎坷，因为他会不断的拿我跟其他男人做比较，这太辛苦了。你这个做父亲的，有空就劝他两句，出去比较过一两个之后，发现资质跟我差太多，就回来嘛。而且祖安年纪也不小，青春宝贵啊。哎，吴迪啊，你们两个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动不动就用分手来解决问题啊？分手是他提的哦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所以我才叫你回去跟他沟通一下，要不然至少帮他缴个电话费。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接到他的电话，我怀疑他的电话应该是被限制外拨了。你知道吗？真的好高兴你打电话给我。是啊，从上次吃了你那个提拉米苏牛之后，真的很怀疑耶，是不是带给你小相思药，害我真的好想你。我愿意时时刻刻接你的相思，但前提是你给的数字不能少。了不得啊！偷情也不到宾馆去，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像畜生一样在那边调情啊！啊！你好，您是不是误会什么？误会？啊？你当我是瞎了还是傻了？我头顶上冒什么颜色我也不知道吗？我刚刚一进门呐、啊，我就看到你跟我老婆又是咬耳朵的，又是那边拉鸡，你当我没见到啊？啊？老公，你不要误会我了啦，我跟他是刚刚才认识、怎么又是这个女的，老爱带不同的小白脸在公共场合鬼混，还想强吻我。哎，老公你就不要生气了嘛。这个小白脸有点眼熟。嗯，乖啊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搅烂他的针啊，忌讳偷听我狡辩的嘴，拖出去。老公，要不要看一下四周人这么多？哎，你是长是瞎了眼，怎么看不出来是他老婆的问题呀、啊？哎，男人嘛，在外修理小狼狗，回家再修理小母狗啊。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啦，我看就叫他那张臭嘴亲你的鞋来道歉好了。哦，好好主意啊！来，亲，跪下！小丁这摊该给的，我一毛也不会少。至于你女儿，未来可能需要长期住在少康跟龙庭疗养。就是我宁可被打烂嘴也不肯倾斜的。今天早上我接到天井住的烧烫伤中心打电话来说，你前3个月的费用没有给，他说如果你下个礼拜再不缴的话，
天晴就要被强制出院，又要被强制出院，又要被强制出院。季总啊，季总，不是我不卖你这个面子，问题是我把他给放的话，那我的面子呢？你已经公开羞辱他了吧，就适可而止吧。好，卖你个面子，但是呢，我非得捶这小子两拳不可，才能消我的气。队长，干嘛花力气去打这种烂咖啊？我都觉得这男的恶心到了极点了。如果你还挥拳，我觉得你的拳头需要去消毒呢。反正他都已经够丢脸了，就放开吧，免得人家笑说你跟那种下三滥计较。说的也是，是我才不想弄自己的手。别让我看到你跟我老婆混在一起，滚！还不滚！哎，你那什么态度啊你？之前的费用。过两天我汇一笔钱进来，我再把钱汇给你。是，不好意思。那，请让天晴继续住在烧烫伤中心。啊，谢谢。你明天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。这个 Selina。出了名的吃干抹净，拍拍屁股走人，他不会给你钱。我是说真的啊，他不会给你钱。如果你明天急着用钱，会跳一跳的。哎，你那什么态度啊？刚刚在里面要不是我发挥正义感救你，你早被揍成猪头了呢。像你这种恶贯满盈的斯文败类，什么时候开始有正义感？没有错，我现在很落魄，但是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凶手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有报应，天会收你。报应？天？哎哎，你说什么啊？斯文败类，杀人凶手？认错人了吧？